谁在敲打我窗？可以啊，可以出剧情单位。金矿不足。嗨，蓝青。你好啊。就刚刚 S 大问说要不要玩这个，结果他就先死了。上天真是捉弄人啊！土爆太硬霸了吧。我刚其实是看着普鲁斯大讲出了埃斯大，我感觉没什么睡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大脑都没在思考啊。能量不足，金矿不足，你没有足够，需要更多金矿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靠北，这太硬霸了。哎，这毒霸很北气哦，他不用升一攻，他就可以一炮炸死你的所有工兵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，你有新
福一佛就要福一佛的样子好吗？干那个下面那一家虫族有够英霸的，太白痴了吧！他是不是要惹我生气啊？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这样好玩吗？你需要更多王卡，爽没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金矿不足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哇操！太卑鄙了吧！你的战士和敌人开战。我没看到英雄，完蛋了，他没什么救了。干，那个匪连在哪里？我的目标不是你们，不要来烦我。干，叫你们不要来烦我，白痴哦！没礼貌，居然攻击你的工程，这才叫做 BS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。好玩吗？真的狗。
你说我用这个打你家小白啊，你打不赢我啊。